这浮萍上从大村子出去住，睡得翻翘喽。看那边都进厂子都睡得结结，你按着好下，然后再睡，你看到没有？ 看嘛，肥猪都捡到了，这张大水，哎呦，看嘛，肥猪都捡到了，看嘛，哎呦，狗子猪儿捡住，呵呵这就是新街，新街，现在没得人管我了，早就说过这个事情，早就找过他们了，政府不处理这个。 黄山堰后面，好久好久啊，歇会儿啊，过下去。都是那马的，弄到那个是那个。现在一片海角，那是海家湾，不得。啊。楼上他们管？楼上嘛，那个啥子，反正也不得动。不是，那楼上这个怕嘛。怕也怕，弄下子，那个样子。怪球，怪球，阳安城要安玩球。 这回声势惨重，那边茶馆些好多都造出来了。哎呀，好吓人！哦，好吓人！别抓子下来，可能水大嘿。 哦，茶馆嘛，那喝的水真的一江子龙，啊，上面男的又垮。拐了，拐了，热你的狗，这个情况，淹上淹来喽，抢险，抢险，赶快！ 好大的水哦，山都淹得淹喽！好大的水哦！受不了喽！哦哟，好吓人哦！桥都来闪，受不住了，快跑！哇塞！ 这是江岸国际和资州大剧院、体育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。体门口成汪洋大海了。 二三十岁的姐买的东西回来，准备回家爬山，又开始涨水了。
车子都安完了，车子都安完了，车子的冲灯零零都也安完了。我们那个你看好大水，你看解流了，你看嘛，娘子们还在窝头。311的又没。哎呦喂，不要涨了，再涨要进窝了，这咋断掉哦，涨嘞。哎呦喂，而又加气站的水，那为啥子我们水？哇，这雨好大，咋大下台，好吓人，好就安起来了，我晕。真凶喽，真凶喽。